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刻意的会把这个脚并回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偷懒的。我们是不需要，我们这个连接完全靠身体，做完了以后你的脚再去做，它是脚和身体是交替转换的。It's like a 脚骨盆身体，脚骨盆身体，脚骨盆身体。那我们在做身体的时候，很多自然的身体动作还没有完成呢，脚就收回了，所以就会感觉这个 lumbar 看起来特别的硬，它没有层次，它应该三个层次 ：foot timing、hip timing、body timing。你试一试，我们数节奏啊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连着一起 ，three and。Four and one， 感觉这个空间重嘎嘎重嘎重嘎蹦蹦重嘎嘎重嘎嘎重嘎蹦蹦。如果你的脚和你的身体一起做 ，four one two three and four one two three and four， 感觉那个律动和感觉身体的那个运动方式是不是就特别不像伦巴？所以说，一个好的伦巴必须让你的身体连接啊，非常的。流畅啊。